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摇滚小天后 Ariel 受邀担任中国某品牌代言人，广告拍摄当天，手拿滑板的她一走进片场就立即进入了状态。据悉 ，Ariel 有意在中国成立个人工作室，今年暑期也将来华进行一次大规模宣传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